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目前人在滨江市场这边，我才刚到，现在是11:01。那么今天呢是礼拜一啊，那这个烫奖的部分呢，还是跟着周末在跑啊。我这个周末烫奖呢，这个第二标呢差四趟，第三标十趟啊。那我是打算呢，今天呢啊，趁这个啊。这个下雨，介于下雨跟不下雨之间的这个诡异的天气啊，莫名其妙的台风天啊，来把这个14趟啊，来把它完成，也就是拿到第二标跟第三标的这个烫奖哦。那目前还没进单哦啊，今天礼拜一，这边是休息是吧？也没有看到很多摊贩啊，不过算了。反正我先到那个民权东山的那个麦当劳哦，到那边去小小的蹲点一下啊。好了，先专心过马路。各位朋友，在民权东路这边看到一台，这台是人力的捷安特的摩曼顿，还不错。这台小车其实我朋友说还蛮好骑的。好，我又接到一单了哈，这样，我现在目前接到两单，我要去收单了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把手中的两张单把它收掉啦，那我现在要去取另外一单哈，那这单短短的1.8公里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哈。但其实刚刚系统已经丢了两单很夸张远的给我啦，一单是3.8，另外一张5公里啊，我当然直接把它取掉了，开什么玩笑呢？哦。现在我就是要拼趟次了，你还给我丢这么远了，那我当然是拒接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我就是要完完全全只接这个哈，两公里内，或者是多一点点啦、啊，哦，2.3、2.4我可以接受了哈，这样子。哦，那么超这2.5以上，三公里我就直接放弃哈，这样我就是要拼趟次哈，这样。各位朋友，我目前人在敦化南路跟市民大道交叉口，这样，那我要送一单到这个市民大道旁边去，这样。然后我刚呢被系统拐了，啊，怎么说呢？刚系统呢就是丢了一个夹单给我，上面显示0.8公里，就兴冲冲的呢就把它按下去了。我想说，夹单0.8这么近哦，超爽的。就没想到接了之后呢，要往这个收山地方走，发现是2.8公里。好啦，好，那简单来说就是被系统骗啦，啊，算了，那我想说，反正看那个地方跟我要送的第一单的位置相去不远，我就还是把它接起来了。啊，不过各位要注意哦，今天系统会乱丢单哦。各位朋友，今天呢，回归这个下雨天的日常啊，哇，真的是很爽啊。为什么呢？哇，单呢就是没有断过，然后还可以恣意妄为的巨单呢、啊。哎，这什么呢？位点好接，1.7公里，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每一间餐厅都爆单，很多餐点都没人收，放在那边，然后把柜台都摆得满满的。然后呢，看到我过去就赶快问说，你有几单？你有几单？这样子啊，我就只有一单啊，不然呢这样子。哦，好啦，我到客户这边了，我先送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这个南京复兴站这边，我刚把手上最后一单送到了，那么我已经跑完了2-3标了。跑完之后呢，我就赶快下线，为什么？因为单还一直丢啊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单都爆单爆量了。这个台风天嘛，下雨天嘛，其实这个时候出来跑，这应该都可以满载而归，然后这样，订单爆量这样，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家怎么想哦，这样，啊，我是看到今天呢，这个很多餐厅单都没人收哦，这样子，啊，那刚刚还有一间哦的这个餐厅哦，看到我去的时候非常开心的问我要拿。问我要拿几单走，这样他以为我可能可以在他那边拿个2单3单，结果我只拿一单，没有办法，那
今天呢整个跑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顺畅啊，哦，无缝到，哦，应该讲说单多到可以无缝，然后还可以一直拒单，因为远单我就拒掉啦，哦，只要超过3公里我就全拒，只是今天有一单夹单被系统骗了，哎呀，那真的是哦昏倒，这个系统是在胡搞瞎搞。好了，那我现在1:24了啦，哦，这样，那我今天就是确定我就只跑这到这个这个趟奖的第三标哦，那我就不多跑，所以我晚上就不会出来跑，因为今天算是业绩达到了啦，哦，这样，哦那边有紫头发的辣妹。OK， 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晚上应该单也会，哎呦，这边有一台很漂亮的，这电动自行车，这台还不错哦，看起来蛮漂亮，哎呀，怎么看到旁边去？重点是今天哦，这个晚上单应该也会很多哦，这样，那大家晚上出来跑应该都会不错啦，哦，这样收入都会不错哦，这样，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要回去啦。